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果，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有效。啊，就怕你念的不诚心，你念的对他怀疑，那就没法子了。你要相信，决定有效果。啊，那么在藏传里面的时候，他们念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一样有效果。嗡嘛呢叭咪吽。啊，这是他们天天念的，跟我们念佛一样。啊，那是念观世音菩萨。啊，也很有感应。啊，就这一句。啊，简单也容易。底下一个问题是，老法师说八地菩萨才纯修密，不修密法不能成佛，请问是不是说成佛都要经过密法以去除妄想？八地菩萨还需要有男女双修吗？佛对众生呢所说一切法，有方便有真实，啊，这个你要知道。啊，佛讲了八地，实际上呢，在华严经上讲，你要到初住的时候，你就全部明白了。然后你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戒引众生的善巧方便。那种智慧的自在运用，啊，你就完全通达了，啊，那么你现在还没有到八地嘛？你就乖乖的是依教奉行，啊，持戒，好好的学佛，那不就行了吗？啊，不需要到八地，到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你就明白了。底下第十五个问题，初学佛时买的或是借缘而来的书光碟有很多，现在依老法师学习只想流通老法师的书碟，啊，以及你在教学当中提到的有关影碟，请问其他单位出版的书啊，书碟应如何处理？可以送到寺院道场跟大众借缘。啊，现在戒缘场所很多，我听说还有很多香港素食店，素食店呢有这个佛书光碟戒缘的，啊，你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光碟都摆出来，他都很欢迎，啊，无论是哪个法师的，他们都喜欢，啊，可以送给他们去戒缘去。第十六个问题哈，他说印光大师既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为什么年轻时还会反对佛教？佛菩萨再来了，所以大人做六有他很深的意义。那释迦牟尼佛在梵王经上不是告诉我们，他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度众生，这一次是第八千次，啊，这不就跟舞台上表演演戏一样吗？啊，表演给你看，啊，教学首先是身教，啊，所以圣人像印度的释迦，中国的孔孟，啊，他们的教学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你细细去想想，原因只有一个，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做到而后说到啊，这叫圣人呐！ 啊
圣人的学生，他的弟子，听了老师的教诲，他也能做到。说到之后他就能做到贤人的。那么现在有很多啊，世出世间的这些教师要求学生做到，自己做不到，所以学生不相信的。说到做不到啊，那不就骗人了吗？啊，时间久了被人看穿了，一文不值，人家不相信了。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菩萨事行，你看看跟我们现在一样吗？啊，我们先排斥反对，为什么？没有接触，不知道它的内容，以为它是迷信啊。这一桩事不能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责任，经典没有责任，要怪后世啊，这些佛弟子没有依教奉行啊。本来寺院庵堂是学校啊，现在这个宗教跟庙的时候都混合在一起，这个是实在讲是很难讲的一桩事情了啊。庙是祭鬼神的啊，寺是政府办公的机构啊。啊，你到这个北京故宫去看看，从前皇帝下面一级单位九个单位都称为寺啊，寺的长官称卿啊，三公九卿，三公是皇上的顾问，九卿是他底下九个单位啊办事主管啊。那么这个单位啊称为寺，寺就是永久设立的，不会被废除的，永久设立的啊。宰相底下六个部，那个部是可以换的啊，是可以撤销的，皇上这是不会撤销的，世代相传啊。所以佛到中国来之后，佛教里面办公的地方也称为寺，这是非常尊重啊。啊，因为佛教到这呢，是这个帝王啊，以佛为老师啊，啊，法师都是过师的身份，啊，备受尊重。啊，那么佛教到中国，他办什么事呢？那第一个是翻译经典，第二个是教学。啊，所以他是教育。啊，佛教来了之后，中国变成双重教育。宰相底下管的是儒家教育、孔孟教育、礼部啊，皇上管的，直接归皇上管的佛陀教育啊。中国人对皇上非常尊重啊，所以皇上推动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就比宰相底下的时候要普遍多了啊。所以在全国处处都有寺庙、寺院、庵堂啊，都是属于教学的机构啊。那么跟儒关系非常密切，你看历代读书人，多少读书人呢，在哪里读书啊？都在寺庙、寺院里头，因为寺院里面有藏经楼，就像图书馆一样，它的典籍设备很完全啊。藏经楼里头不仅仅是佛书，儒释道统统都有，实际上就是图书馆啊。所以在从前书籍很不容易得到啊，只要到寺院啊都有了。如果你学习有问题，寺院这些法师都可以指导你啊。所以儒跟佛的结合
比儒跟道的关系还要来得深。那么但是近代呢，近代大家不学佛法，经典舍弃了藏经呢只是在那里供养做装饰品，没有人去读它，就非常可惜这个道理要懂。学佛，佛在哪里？佛在经典里。佛不是说过吗？一法不一人吗？那讲得这么清楚法就是经典，你要依法，不要去依人所以接触到佛法你才知道知道之后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学法但是他不如法的也不需要批评没有批评的必要我们自己认真好好修学，慢慢的再来转移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寺院庵堂，我第一次回国到北京呢这个拜访赵朴素赵老，那也是同乡，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个多小时，谈得很愉快，我就非常赞成，是我提议的，所有寺院庵堂都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为什么呢？他已经不能修行了出名了，观光旅游人太多了，你每天应付这些人已经筋疲力倦了，还有什么功夫去学习呢就应当另外建道场。建道场不要建寺庙的形式，建学校的形式像外国的大学城，有些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不需要那么多道场古的道场的时候那是古籍，所以供接人参观旅游这是历史文物同时可以对观光旅游做机会教育这个很好老居士也很赞成我们真是相见很晚见面的年岁已经大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道场呢建十个就够了，十个宗派嘛，每个宗派建立一个大学城这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研究的叫学院比如华严学院另外是修持的一部分，修持成学会，华严学会我们净土宗的净宗学院净宗学会都在这一个城里面这是全国全世界来修净土宗都到这儿来，这个好方便的不要再搞很多很多道场了，不需要了用大学城的办法他那时候听到我这个建议很高兴将来呢还是要向这个目标去走这个佛陀教育才真正能兴得起来所以那些道场通通做观光旅游替国家带来一笔很好的收入，好事不是坏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够答复到此地下面还有几道题下一次再见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9个提问，首先是网路同修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出经之事多逢忧患，冤憎会苦，请问如何才能确保平安，减少忧虑，使身心安稳，专志向道。这是许许多多同修共同的疑问。问得很好。真正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愿望，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怎样在乱世当中啊，能够获得安稳？那你必须要学着看破放下。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一生当中不跟任何人结怨仇啊，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忍人之不能忍啊，一般人不能忍的要学，要能忍。特别是在言语态度上啊，别人无论是有意无意啊，毁谤我啊，讽刺我，讥笑我，甚至陷害我，决定不可以把它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修忍辱波罗蜜，永远保持心平气和啊，而对这些人呢，不生怨恨，不生报复啊。如果你的功夫达到一定的水平，你会对他生感恩的心。为什么呢？他来成就你的般若，这个不是成就你忍辱波罗蜜。如果这些境界不现前，你的忍辱波罗蜜到哪里去修呢？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个一切法是包括世间处世间一切法啊，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啊，特别要记住普贤菩萨十愿的前面四愿啊，礼敬诸佛，对一切人生恭敬心啊，不能够轻慢，
要生恭敬心。啊，看到别人善事，要欢喜赞叹，啊，修随喜功德。看到别人做错的事情，绝口不提。啊，这个很重要。啊，勤修布施，忏悔业障，这样一心念佛，决定能够啊保平安。啊，决定能生净土。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们共同发心印了一千多本无量寿经，经文的字很大，一看一读，印成之后留一些给佛堂用，其余都送给学佛的同学。有一位法师看到此经，留下以下的字条，这一类书已太多了，你再继续如此注印发送，请问你真得有功德，还是在造业？弟子不知道什么地方造业，请老法师开示，应如何忏悔？你没有造业，你做的是好事啊，你自己要有信心。如果遇到这些这种事情，这个事情现在在社会上很多，如果他说你学佛是造业，那么你就不学佛了，你念阿弥陀佛是造业，那你就不念阿弥陀佛了，那叫真的造业了啊！你能够印经到处送给人，这是大福报大功德，哪里是造业呢？啊，希望你不要听别人的话啊！你要听别人的话的时候，不要到此地来。啊，我们此地是遵从佛的教诲，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啊，你是依人不依佛，这造业了。啊，依语不依义，这造业了。这是你要懂，你读经太少，虽然你天天读经啊，你对经的意思不懂。第三个问题，这学佛念佛修行，一心求生极乐，弟子心中对太极拳稍有兴趣，请问如果练太极拳对一心求生西方有些妨碍呢，还是有帮助？太极拳是很好的运动，你如果真正念佛求生净土，你用拜佛来代替太极拳，不就更好了吗？啊，每一天能拜三百拜，就非常好啊，消业障啊。三百拜，你全身每个部位都运动到，啊，不比太极拳差。啊，希望你懂得这个道理。啊，第二，对太极拳有兴趣，是不是弟子心中放下的还不够彻底？不够彻底的太多了啊，不仅仅是太极拳啊，你自己好好去想想啊，请老法师谈谈佛法与太极拳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要谈了，如果要谈呢，你去问打太极拳啊，我不能在此地占这个时间啊，占这个时间你就有过失。下面一个问题，如果运用佛经中的四摄法与大众交往，这样会不会
无形当中增加情执，尤其是与家亲眷属夫妻之间，与万缘放下，一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是否有妨碍？四摄法师人与人之间的建立关系啊，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可以化解冲突，可以促进安定和平啊。如果你专修净土，一心求念佛，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你有很大的福报。为什么呢？你有人伺候你啊，像闭关这样，是你有人护关啊，有人护持，你可以专心念佛，这是好事情。这种缘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啊，而且这个善根呢，也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啊。如果你有的话的是，那你很难得啊，你应当啊要认真努力。他说若学习黄忠昌居士念佛求生西方，是否就不必修四摄法啊，只专心念佛就行。我答复你可以。实在讲呢，你对佛法知道太少了啊，四摄法不妨碍修行。如果妨碍修行呢，那佛就错了，佛就害我们啊。希望你多听经啊，如果学黄忠昌呢，那你就老实去念佛去。你要找到像黄忠昌那样的环境啊，有一个修行道场，有一个好的护法，让你什么都不操心，每一天三餐饭送给你，你在里面一心专念。专念如果不把这些念头放下，你不会有黄忠昌的成就。黄忠昌是彻底放下了啊，他听经听了三四年啊，他要做个实验，看看三专用功一万元放下了三年能不能成就啊。结果果然证明三年行能成就啊，这个就是他彻底放下。下面的问题是：弟子有位同修受菩萨戒已多年，现在一到人多的地方啊就难受，甚至于连寺院都不能去，为此他非常难过，因为毕竟是凡夫，不能不接触大众，请老法师开示。这个是他有业障啊，希望他呢多读经，多听经啊，多拜佛修忏悔啊，要忏除业障。下面啊，第六个问题是：弟子听你讲佛法以后，在做人方面呢发生好多的变化，但是啊，我是一个业障很重的人，总觉得对戒律要求太高太严，一时做不到。他下面有两个问题，他说我曾经读过曾国藩家书，觉得对弟子啊很对弟子的机，请问能否用曾国藩家书代替弟子规来学习？那可不可以用曾国藩的家书代替华严经呢啊，代替无量寿经呢？这个不可以的啊，那是毕竟是实践法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那么学佛，你除非你不想求生净土啊，不想在佛法上有成就，希望在世间法上有成就，行啊，那你就路子走对了。如果是走出世间法的，这个不行啊，
一定要依规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其次，他说弟子在家学佛，能否从行善积福下手入手，同时啊听你讲佛法而不必念经念佛，等岁数大了再念佛，再念佛念经，这样可以吗？希望你长寿啊！这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怕的是的是寿命到了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啊！这个思想误了很多很多人啊！我曾经过去学佛的时候遇到很多朋友，都说：“哎，我现在还年轻啊，五六十岁还年轻。”等我七八十岁的时候我再来学佛啊，没想到过一两年他就过世了啊，这个很多啊，希望你长寿啊，你才能做到。如果你不能没有长寿的话，那你就做不到了。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在网络上一直在叫啊，在一直在一个叫拜点贴吧的网站上发文宣传澳洲净宗学院，让更多的人有机缘来认识佛法、学习佛法。但是有不少人在网上的回复中说啊，涉嫌下地狱的话，使弟子陷入矛盾之中，不知道这样的网上宣传佛法的行为是否正确。网上电视宣传佛法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破坏你的人啊，来扰乱你的人，你必须有正知正见啊，有能力辨别那是真的那是假的啊，那是正法那是邪法，你有所取舍，你才能得受用啊！否则的话呢，你会受这些障碍。底下第八个问题，他请问：每天加持一杯大杯水供养父母，发愿求佛菩萨加持父母身体健康，戒杀吃素，求生净土，这样做如法吗？如法，很好啊，这个是孝子的行为。下面问的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讲最上乘论见性大法，与我学净土是否夹杂，还是修学加速成功的关键？修净土应当以净土三经一论为主啊，不要夹杂其他的，叫专修专学啊，你的成就的机会就大啊，夹杂会有障碍啊。如果你想看其他的经典，首先自己念到功夫成片啊，严格的讲呢，要念到一心不乱，你才可以看别的东西。为什么呢？对自己不产生妨碍了。如果没有得一心的时候，肯定会扰乱啊，这个对自己会造成障碍。底下一个问题说：明心见性与顿悟、大彻大悟有何区别？顿悟、大彻大悟的人是否已经证果？顿悟、大彻大悟是一样的啊，大彻大悟跟顿悟啊是有不相同啊。顿悟就是很快的就大彻大悟，单讲大彻大悟呢，有人这个无论是参禅念佛啊。有些人十年八年，有些人二十年三十年啊，有些人到四五十年他才大彻大悟
啊，顿悟了，那像六祖，啊，几个小时就成功了，啊，那叫顿悟，都是大彻大悟，啊，一个是一下就成就了，一个是要很长时间，啊，差别在此地，啊，到这个境界就是成佛了，啊，这个不是菩萨，是成佛了。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那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呢，你还没悟啊。底下问说，六祖坛经是否叫我们首先要见性，然后念佛更受用，往生西方有把握？不是的，六祖坛经啊，要是见性了，你就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为什么？你已经成佛了，你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用不着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那是一个成佛法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成佛法门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一生见性，那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到了极乐世界再明心见性，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这个路子比较容易走啊，一生靠自己明心见性的太少太少了啊。像慧能大师这个样子，我三个老师都告诉我啊，方东梅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三个老师都告诉我你决定做不到，非常肯定啊！而且告诉我呢，不但你做不到啊，他是指着我了，做不到。慧能大师之前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做到，慧能大师之后到现在1300多年，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会做到。这叫顿悟。由此可知，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啊！你要做到了，是真的，诸佛菩萨对你都尊敬啊！为什么？这太难了，太稀有了啊！所以老师劝我，从渐修，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提升啊，一下放不下吧，慢慢放啊，走这个路子，到极乐世界之后再彻底放下。所以我们讲呢，到极乐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只要功夫成片，这个在此地我不多讲，我们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你多听经就明白了啊。功夫成片你就决定得生。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从真如自性下手，见性了，是否生死就自在了？见性，生死就没有了。啊，慧能大师见性的，告诉我们，见性之后，你的心清净了。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就生死没有了。本自具足，啊，本不动摇，能生万法。你就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啊，你跟释迦弥陀没有两样啊。你要问怎样从真如自性下手，我觉得你不必问啊，就像我的老师教我，你不可能啊，你这一生做不到，还是老师念佛有把握。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玉律宝钞是假的，不如法的，不知法师如何看待？佛菩萨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那我们看看玉律宝钞的内容，啊，是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读了之后我相信，我对他很尊敬，我认真学习，学习就是什么，断恶修善啊。那他对我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不相信因果，啊，学佛还要存不善的心，还要造恶业，那么玉律宝钞讲的，你还是要堕三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第十五个问题就是思想中谤法或行为上谤法罪业是不是一样的？思想中谤法通过这个悔恨和发誓不再犯，能不能消除这个罪业？起心动念和言语行为造业是一样的啊！你念念地藏经就晓得了啊！地藏经上佛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无不是业。”啊，你就晓得一个人在一天当中造多少罪业。啊，消除罪业呢，确实是要忏悔，忏悔最重要的不再犯，啊，那叫真忏悔。啊，忏悔之后啊，还犯呢，那不是真忏悔，啊，那就不能够消除业障。啊，所以古人教我们，多念一声佛。这个话有道理啊！啊，打得念头死，虚如发生后。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不必要说的不要说，不必要去想的不要去想。啊，这样才真正能消业障。啊，想佛念佛，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老房子准备拆迁，请问念什么咒，请居住在地下的小虫子搬家，一天念几遍，念多少？这个不是念咒，你就是念小虫菩萨。啊，我们房子要拆迁了。请你们赶快搬家啊，每一天看到小虫子你就告诉他啊，蚊虫也好，蚂蚁也好，蟑螂也好，老鼠也好，你看到之后你都给他讲，他就会搬家了啊，他也会很感谢你。第十七个问题，他说请问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即使分别亦非义嘛，念佛时是无念而念啊，无有念头而只是口念佛，还是边念佛边想佛亦佛呢？如果你念到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呢，你就不会到我这个讲堂来，你也不会来问我了啊。为什么呢？那是一心不乱了啊，有这样的功夫啊，你往生是随意的，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在这个世间喜欢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你已经生死自在了啊。如果到不了这个功夫啊，还是忆佛念佛，用这个方法好啊，口里念佛，心里想佛，因为你想佛你就没有妄想，你不想佛就有妄想啊，这个道理要懂啊。第十八题，业障深重的愚痴弟子妙音患躁忧郁症啊，所谓的业障病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恳请老法师慈悲怜悯，告诉我弟子应如何忏除业障，以便不约而遇。我介绍你看山西小运，
啊，为什么不能吃它？啊，这一套光碟你去看，看了之后啊，你依教奉行。啊，那些人呢，是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可以消业障啊，用这个，精神菩萨圣号啊，会很有效果。啊，等到业障消除之后，你再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幕后一个问题是，印光大师既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既不会过奈何桥，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为何失去过去的记忆还要重新觉悟？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他的境界不是凡夫能够啊想象得到的。啊，你这些疑问呢，最好就问印光法师。啊，大势至菩萨早就成佛了。啊，成愿再来，像唱戏一样，他是舞台上表演的。啊，你到后台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下面是中国同学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他弟子每一次发心去助念，回家后啊，丈夫就生病，但有一次，一位103岁的老婆婆要往生，一位出家老法师啊，先洒净，再开示啊和皈依后啊就走了，我们继续助念。回家后啊，丈夫就没事。请问老法师，是不是我们助念的效果不如法师的开示？这个与法师开示没有关系。助念的时候要有诚心，啊，有诚意啊，有爱心，啊，真正为他助念，啊，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助念的时候，心里面有夹杂、有妄想，那就不得力了。啊，不但不得力的时候，在助念送往生的是罪过。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成立一个助念团，有2位居士带领。当A 居士带领时，很少有众生附体的情况，但是 B 居士带领时呢，经常出现众生附体的事情，有一些助念成员害怕，有人说 B 领队与地藏菩萨云深，请老法师开示。如果与地藏菩萨云深呢，就会得地藏菩萨加持，不会有这个情形发生。啊，可以说的是，这位居士啊，与这些附体的啊这些众生呢，有缘。啊，所以他来的时候啊，很容易来找他。啊，这个就是像这个一般附体的情况一样。啊。身体健康的人，知见正直的人，鬼神不敢附体。啊，凡是你看看，这个冤亲债主附体的人，他的这个身体一定是很弱，他弱不禁风。啊，平常呢，精神意志啊不能集中。啊，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啊感到冤亲债主附体。啊，你仔细去观察就能够看得到。啊，然后你就想念佛堂这2位，带领的，他们情况一定不一样。你看看，你前面讲的那个 A 居士跟 B 居士。
啊，你看 A 居士是不是精神很饱满？啊，身体很强壮。啊，附体的这鬼神不敢碰他。啊，那么 B 居士可能身体就差一点。啊，细细观察就知道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儿子九岁时上山劳动，完成学校任务时，别人大声说你踩死人，使他了大惊，又说有野猪在叫，他跑在最后，因害怕过度，从此精神混乱，且经常恐惧啊，不敢出门近30年。他说受尽痛苦折磨，请求老法师帮助。这桩事情要让他理解，告诉他别人说你踩死人是假的，你并没有踩到，你怕什么？你是自己吓自己啊！有野猪在叫的时候你也没有听到，野猪也没有追上来，也没有伤害你。他如果能够醒悟过来了，这个折磨就化解了啊，然后再能够劝他好好的吃素念佛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他这个状况可以完全改善啊，可以能恢复正常啊，不要去害怕啊，事情过了30年了还放在心上，这个很痛苦啊，这是没有人开导他。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因肾上腺疾病引起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发作时不能动，觉得受死亡威胁，且一眼看不到东西啊，一个眼视力很差，什么药啊都吃过但是没有效，而且我先生呢近日又出现高血压啊，就是请老法师帮助我们排除苦难。老法师不是医生啊，不是大夫啊，那么这个是属于生理上的病，生理上的病啊，你要找医生啊。那佛法能够对治的是冤业病，是业障病啊，这个佛法有办法帮助你。生理上的毛病一定要请教大夫啊，所以这病因呢有三种啊，那么你没有找到好的医生啊，你也可以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能做到，希望佛菩萨了引导你遇到一个好医生啊，多去打听啊，我们相信中国这个地区很大，好的医生还是很多啊，多留意一下，去找一找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做过多年妇产科医生，堕胎婴儿无数，造作很严重的罪业，深感忏悔。我曾经发愿成道之后啊，先来度他们，但是业习很重，在五欲六尘中修行很难成就。他说请问应在工作和生活中成就道业之后再做弘法利生的工作，
还是在境界中自度度他。第二，是应放下世缘，学老法师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幕后他说：“不知于何处有缘，请老法师指点。”这个确实是结下很多很多的怨恨呐。那么在你现前，你运啊时运很盛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不会找你，到你的运气衰了，他就来了。来的时候你就抵挡不住了，所以你要忏悔，要真正发心，发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往生极乐世界，回来再度他们。还要求这些阴灵跟你一道修行，同生极乐世界你带领他们一起修，每一次念佛修行读经听经都做这样的观想，这个很好他们对你会谅解也会原谅你，也不找你的麻烦。至于什么地方有缘，你要多选择多看要细心去观察这个道场是不是正法道场正法道场你要先给它结缘不结缘呢，缘从哪来呢像我们这么多年这老师交代我们发心弘法嘛，所以每到一个道场，我们到大殿总是去先拜佛拜三拜一般人拜三拜大概都是求升官发财，我们去拜佛拜三拜第一拜求与这个道场有缘第二拜呢与这个道场注重有缘，常住有缘。第三拜是求与这个道场的信徒有缘，天天做这样的拜法真有心呐！那么道场慢慢熟了，道场都需要义工我们发心到是到道场来，常常来做义工，跟道场的这三种缘都结下了不结缘没法子特别是现在这些道场所以先要懂得选择然后要知道结缘。下面有个问题好像是相同的，说弟子因工作需要曾做过计划生育工作，动员怀孕妇女流产堕胎，学佛后我用11天的时间为这些无名胎儿送了108部佛说长寿灭罪互助童子陀罗尼经，在诵经期间每一天流着泪向他们忏悔回向，不知这样做是否如法。这很如法希望你呢这108部念完之后你去修地藏法门每一天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
圣号给他们回向啊。他底下有这个问题，他说我同修学佛五年，请问十斋日要不要诵地藏经？特别修忏悔法可以啊，如果是一心求生极乐世界，那就不必啊，用无量寿经、用弥陀经就可以了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听经四年多，没有结婚啊，父母也过世了，想出家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听说老法师你在找十个人才，我想做其中一个，可是我小学都没有毕业，不知道可否。”那我这十个人不是我找，我到哪里去找啊？啊，这个佛法常讲啊，佛度有缘人啊。那么这十个人可不是容易，是十尊菩萨啊，我都会对他们每一个人顶礼啊。为什么呢？他们是来救世间的啊，他不是普通人啊。那么救世间就是要恢复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一种的学风道风啊，我讲得很清楚啊。第一个，这是基本条件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啊，这个四门基本课程你真的要做到啊。你做到了不需要考核。为什么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工作待人接物就看到了啊，你真的是菩萨心肠，菩萨的言语，菩萨的行为啊，这是基本德行。然后你专攻一门，用十年的功夫学弥陀经，十年专学弥陀经啊。弥陀经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啊，这个是历代祖师大德注解里面的最殊胜最好的啊，你要把它学会啊。30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那时候我讲楞严经，正好遇到香港有一位老法师，那是90多岁啊，大家都称他为首楞严王。那我也是讲楞严经的，是。我向他到他老人家那里，去拜他，啊，他很慈悲，啊，也非常赞叹，啊，我听说他有6个学生，啊，专学楞严的。这6个学生条件是什么呢？楞严经要会背，不但会背啊，还背注解，啊，他选的注解也很特殊，选藕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连经文对文句啊，通通也能背过，才可以做他的学生。这门槛是很高啊，所以他一生就6个学生。啊，这6个学生都能够把楞严经文跟注解都能背过。啊，那么我们现在不要求这一点，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德行。啊，就是《弟子规》也。这个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你要真的做到啊。那你做不到，你不是菩萨，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别人啊？这个四门真正做到了，你自度成功了，你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是真正
佛经上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能一门深入，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希望有十个人呢，十个人没法子找啊，真有这个条件那是太好了，太难得了啊。那么进门啊，开始学的时候，这四样东西基础有了，来学经教啊。我们不教，没有教的啊。好在这个《弥陀经》要解讲过，苏超也讲过。苏超讲的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带啊，好像有300多个录音带，90分钟的啊。你听的时候呢，你讲给我们听啊，所以要有这个能力。我过去说过啊，你学一部经，每一天呢要做半个小时的报告啊，讲给大家听啊。同学嘛，十个同学在一起啊，我学弥陀经的，我每天讲半个小时给我的9个同学听啊。第二堂课呢，那一个同学学华严的啊，他上来讲半个小时，那我们听华严经啊。所以你同时可以听到9部经啊，连你自己学的10部，但是你自己的功夫就用在你自己一部经上啊，其他的你听你不要去学它啊，专学自己的一部，这样10年之后你会有很大的成就啊。只学一样，心是定的，我们想的是这个方法啊。所以自己真的要想学呢，我们做预备功夫。预备功夫就是这个4个戒律啊，《弟子规》是戒律，《感应篇》也是戒律啊，《十善业道》是佛家基本戒律啊，《沙弥律》是出家的基础基本戒律。我们都不高啊，高了太高了做不到，我们只把最基本的做到了啊，在这个时代啊就不错了啊，可以说是真正有德行的人。下面问题是学生坐着听经或诵经半小时后就打瞌睡，请问老法师如何克服？这是昏沉很重啊，也是无明很重啊。解决这个方式呢，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拜佛啊。你可以啊，每天拜1000拜啊，这是开头。拜一段时期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念佛拜佛的这个次数啊增加啊，到最后提升到每天拜3000拜，你就不会打瞌睡了，业障就能够消除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拜佛念佛啊，连经都不要念啊，念阿弥陀佛，念一声阿弥陀佛拜一拜啊，或者念3声念10声都可以啊。你喜欢哪一种方式就用哪一种方式啊，用拜佛的方法啊。
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三人发心止于进修三年，每一天专念佛号拜佛，专听无量寿经，如果听华严经是否夹杂，有没有必要啊每一天诵无量寿经，如何在进修期间呢起啊这个期间起业障啊如何对治啊，就是那么这个就相当于闭关了啊，三个人发心啊，止于进修三年，这跟闭关没有两样的啊。那每一天的功课呢，就是念佛拜佛，专听无量寿经，不要听华严经啊，专听无量寿经，一遍听完了从头再听，这样就好啊。念无量寿经当然念得越熟越好，能够背诵啊当然是更好啊。三年呢，差不多是1000天呢，一天念一遍，无量寿经念一遍，就念3000遍；一天念两遍，就6000遍。6000遍应该可以背诵了，啊，没问题，相信可以背诵。啊，那么也有人一天呢念5遍的，都很好。啊，你们自己斟酌情形。好好的念认真修学。至于在进修期间业障现前，这很有可能。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无量劫来不知道跟众生借多少冤仇，你不用功的时候他不找你啊，为什么呢？他等到机会啊来报复。你用功的时候啊，你都想走了，想离开娑婆世界了啊，他着急了啊，着急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有对治的方法，平常业尽你修学的小道场，三个人不需要很大，你就要把叙事今生冤亲债主的牌位供上，每一天把修行的功德都要回向给他。啊，希望化解冲突啊，不要冤冤相报，冤冤相报我们彼此都痛苦啊，我成就了你也成就了，大家一起修行，一般呢差不多绝大多数他都能同意啊。那么他这样子他会监督你，哎，你每天真用功，你不用功他就来找你麻烦啊。所以用来找麻烦的时候，那你赶快用功啊，你就知道他在督促你啊。这个方法呢是很有效的办法啊，3年真成功。真正求往生啊，这样3年下来的时候啊，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在发愿弘法利生呢，你这些冤亲债主都变成你的护法
啊，三年这个基础打下来了，啊，那么听经，啊，每天听经，每一天读经，啊，你会听得很熟，读得很熟，心定了就有悟处，啊，以后一生专讲无量寿经，啊，专弘无量寿经，好事情，啊，我们能相信。诸佛会护念你，龙天善神会保佑你，你的冤亲债主会谅解你，啊，不会来障碍。底下一个问题，弟子想一心供养一尊啊，难敌不要吃的阿弥陀佛像，需要把原来的西方三圣像取走吗？取走后啊，又应当如何处置？这个佛像对自己修学是个精神寄托的象征，非常重要啊，所以选择要很谨慎，选择之后啊，最好一生供养啊，不要去改变啊。为什么呢？你一佛念佛了，一佛的时候想到像呢，就是这尊像，将来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呢，肯定是这个像，就很熟啊，我天天等你来接引，总算等到了啊，会非常的亲切啊，因为像呢是从心生的啊，就是佛来接引这个像也是自己心想所生的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离开出去旅行了，这个像不好带，我们可以照照片啊，把这照片可以随身带的时候，还是家里供的这尊佛像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殊胜啊，是一桩好事情啊。那么，如果原来供的佛像呢，你可以请到寺院、道场啊，供养给别人。有一些人家里想求佛像的，他会到道场里面来求，道场有戒缘的啊，供养在道场做戒缘啊，这样就很好。底下一个问题，老法师讲过，受五戒者不能达满意，我把老法师讲的引碟给广州某寺一些居士看，但他们照常答疑，为什么？难道主持法师不懂，或是对五戒不能答疑理解不到？现在说实实在在的话，真正对佛法了解的人确实不多啊，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譬如说，你是不是把佛教看作宗教？是啊，我信佛教啊。那你就对佛法不了解。为什么呢？佛法不是宗教啊，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民国好像是12年啊，民国12年，欧阳靖武大师
他那个时候在第四中山大学做了一次讲演。啊，第四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啊，从前是金陵大学，啊，最早的时候，民国十二年的时候叫第四中山大学。他讲演的题目叫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时所必须，这么一个题目。啊，民国十二年我还没出生，啊，我民国十六年出生，啊，我也是在三十年前在香港讲经，就讲楞严经，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这个讲义，啊，欧阳靖吾大师讲的，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记录的，啊，我看到这份记，这份讲义，我仔细看看，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佛法真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但是佛法里面呢有哲学有科学，啊，我们这学了佛学了五十六年了，啊，佛教经典里面讲些什么，啊，我把它归为五大类，啊，你们同学细心去听细心去看，你看是不是的。佛经里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哲学，讲科学。我们在华严经这个讲座里头常常谈到啊，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佛法是高等哲学，啊，那我们现在接触知道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关于伦理道德因果通通都讲到最高峰，实在是难得了，啊，那几个人知道呢，啊，你不接触不深入去研究你不晓得，啊，佛法包罗一切，啊，宗教也包括在其中。啊，他不是哲学，里面有哲学；他不是宗教，里面讲谈到宗教；他不是科学，里面谈到最高的科学，啊，现代科学最高峰，啊，讲这个太空物理，啊，讲量子力学，讲基本粒子，佛经里全都有，而且讲的比他还透彻。啊，所以认识佛教真的不容易啊！啊，佛教究竟讲什么？用一句话来说，《般若经》讲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万事万法的真相，讲这个。啊，那现在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了，啊，讲的更贴身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讲的是我自己的真相，那你才真得受用啊，啊，字字句句经文是讲到自己份身上来了，啊，身外有没有呢？没有。啊，就真是经上所说的了，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外面境界是什么？境界是自心变现的。
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他老人家见性的时候说五句话，可以说那五句话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教的总纲领，都说到自信啊，啊，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本自具足，自信本无动摇，自信能生万法，说尽了。啊，这就是真正懂得佛法了。啊，那么大一不大一，这形式啊，啊，一就像我们做学生的制服一样的，啊，要不要紧呢？不重要，那是形式。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但是这个形式呢，我们也要尊重它。啊，是佛门的一个规矩。五戒没有大意。啊，五戒属于本意，受菩萨戒才有意，才有慢意。啊，那么现在说老实话，是不是真的有戒呢？不但菩萨戒没有了，五戒也没有了。啊，哪一个人受了五戒，他能做到呢？啊，第一个不杀生。啊，蚊子咬了一巴掌把它打死，啊，那你能做到不偷盗吗？啊，纳税的时候还想一点方法，怎么能是怎样少交一点？啊，这种念头，这个行为就是偷盗的行为啊，就偷盗心呢。啊，多交一点税，国家多一点收入，你就布施啊。为什么不修布施波罗蜜呢？啊，还就少交一点呢。啊，盗心。还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这都是属于盗心。啊，那这个妄语就更不必说了。所以，五戒里头哪一条你能够做得到？可能真正能做到的是，只有一条，不饮酒。嗯。其他的四条不容易做啊，啊，那菩萨戒就更难了，啊，为什么？这个问题很严肃啊，啊，出家人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居士不谈三规五戒，十善业道做不到。啊，十善业道做不到啊，三规五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看今夜三福的次第，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
我们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就是从第一条依据，就是这一条啊。孝亲尊师在弟子规里面，慈心不杀是因果教育，在太上感应篇里面，修十善业，这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呐、有这三个根呢、你才能受皈依啊，这个三皈呀、你才真正得到啊。啊，现在皈依是假的啊，皈依佛，佛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皈依佛？六祖坛经上讲得清楚，觉而不迷是皈依佛，你能不能做到？正而不邪是皈依法，静而不染是皈依僧，你能做到吗？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迷，还是邪，还是染，没有皈依啊。真正皈依之后啊，起心动念呢、它是觉，它是正，它是静，觉正静啊。啊，菩提心上讲的清净平等觉，那真的皈依了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能够与清净平等正觉相应，这真的皈依了啊。三皈之后才能受五戒，你就想想这个戒体啊。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放在最下面，先教你孝亲尊师啊，先教你学弟子规。你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你肯定十善业做不到啊。十善业道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受三皈五戒啊。所以大意不大意就不必再问了啊。别人做的如法不如法，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们常常说啊，别人想的不善，做的不善，绝对不可以放在心上，绝对不可以放在口上啊。不要去批评人，人家没错，要批评自己啊！我学佛，我没有做得好，没有给人家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还迷惑颠倒。我们自己有罪，自己有过失啊！从自己做起啊，改过自新，做出好样子给别人。这就对了。下面说的弟子因不愿意看见他们不守佛门规矩，就很少去这个寺院上课，这个做法对吗？我刚才讲的这么多你应该明了了啊，这个就不要再提了啊。最重要的是自己做的如法啊，别人做的不如法，要学恒顺众生啊。他做的很好，我们要随喜功德啊，不给众生结怨仇啊，过人因果，过人承当。下面一个问题，请问中午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吃饭，算不算符合日中一时的标准？符合。日中一时确确实实是在这个时候。啊，那最准确的时间是天文日历。啊，天文日历每一天日中是几点几分几秒都有记录。
啊，而且每个地方不一样，有时差。啊，所以一般能够做10:30到11:30没问题，啊，绝对啊没有过误，啊，这个是标准，是个标准。下面一个问题，请问祖宗牌位需一直供奉着吗？啊，还是要搬下来？如搬，什么时候？学佛了。就要懂得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佛法里面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所以不必选择什么时辰啊。选择时辰多半是神道教里面啊，他们对这个很重视，佛法没有啊，所以那是宗教里面，佛法不是宗教啊。那供奉什么意思呢？供奉是孝，这个孝道慎终追远啊，连过去老祖宗都念念不忘，对于眼前的父母家亲眷属啊，你会升起爱心，会升起照顾的心，帮助的心啊，所以要懂得这纪念祖先，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那在自己呢，我自己的德行呢，从这天天增增长，是这个意思。这一位同修提的是普济安的老法师传仙啊，传仙法师现年63岁，出家30多年，托弟子请教老法师，他做梦，梦见观世音菩萨对他说出家，他说怎么出家？观世音菩萨说住山洞，他就买了100多亩山地，山清水秀，很清净，但呢比较偏僻，盖了观音堂、莲花池、放生池，很想再盖一个大雄宝殿、报恩塔，还想盖一间屋请老法师常住啊，或是来临指导，这些想法能现实吗？如不如法，因此案只是老法师一个人，缺乏智慧，力量不足，请老法师指示。这个用不着我指示啊，观音菩萨很灵啊，观音菩萨不是指示他吗？叫他去住个山洞吗？他怎么要盖这么多房子呢？啊，尤其是一个人盖大雄宝殿、盖报恩塔，还要盖什么？盖这么多没用啊！观音菩萨讲的话有道理啊！啊，一个人住山洞多好呢！啊，所以遵守观世音菩萨的指示就好啊。你现在买了块山地啊，你就在山地里面呢去建一个山洞啊，如果有山，在山上真的可以挖一个洞啊，可以挖大一点，里面可以有几间房间啊，有个佛堂，有卧室啊，自己一个人好修行呢，这样就对了，不要打妄想啊！啊，那么观音菩萨教你啊，你
这里已经有个观音堂了，莲花池、放生池可以，不要再盖大雄宝殿。啊，我主张呢，你听观世音的话，啊，盖个洞。啊，观音菩萨叫你在山洞里修行嘛，啊，你依教奉行就很好。啊，旁边如果这个多的地的时候呢，可以种一点菜，啊，你自己就不必去买菜了，啊，有个小观音堂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些信徒，观音菩萨会找信徒啊，到那个地方来护持你，啊，实心塌地，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后面一个问题，他说每晚播放老法师讲经光碟，礼请和恭送的内容一致，可以吗？可以。啊，这个播放光碟，如果自己有时间，要多听。啊，让我们自己对佛法有多一分的认识，对自己的修学才真正有好处。如果每天晚上播放经典，只供养鬼神，你修了一点福德，这是修福。啊，对自己没有实质的好处，啊，自己是解门行门，啊，都帮不上忙。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佛法的修学最重要的还是自度，自度而后才能够帮助别人，啊，自己没有得度啊，就很难帮助人。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在学习方面，我们常讲，啊，希望有十个同学在一块一起修行。这个方法，每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学。啊，缘分不同嘛。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出家的高僧大德，在家的圣贤君子，几乎都是自学成功的。这个事实，我们要认识清楚，肯定佛菩萨圣贤是学得好的呀，学出来的呀。啊，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学啊。啊，有个机缘找上几个同学，那是缘分，不能说没有缘分我就不学了，那错了。自古以来这些圣贤豪杰啊，祖师大德，哪几个人是有缘分的？几乎都是自己修成的。啊，放下名闻利养，
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具足这四个根，这个重要啊，那是真正的基础。只要有这四个根的基础，这四个根好好的学习，一年就完成了。那如果说业障重，啊，根性钝的人，顶多两年。啊，你看我们在汤池这做的实验呢，啊，招收第一批的这些老师。我们叫他们学《弟子规》，啊，希望他四个月能落实，没想到两个月就全部落实，这不难呐！啊，他两个月就做到了，啊，360句句句做到，都表现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啊，待人接物，他通做到了。啊，我们30几位老师做到之后，啊，我们就对群众，啊，展开来教学。啊，汤池小镇有12个村庄，啊，一条街道，啊，居民48000人。啊，我们这30位老师分头到每一个村庄去教。啊，到每一个农民家里面去教。啊，我们的预想3年才有成果看见。啊，真能做到移风易俗啊。啊，把社会风气啊完全转过来。没想到3个月。啊，2005年啊2006年从1月开始教，教到4月，满3个月，哎，成绩就看到了。啊，我们这边老师非常欣慰呀，因为我给他的时候是3年呢，哪里想到3个月，人的良心唤醒了，啊，真的好像人睡着了一样醒过来了。良心现前，不愿意做不善的事。啊，想到不善的事，自己受到良心责备。啊，整个是这个社会风气改变了。我们看到这无限的欢喜，这没想到人是这么好教的。啊，可就是没有人教，啊，可是教的人怎么样？教的人深做到，才能产生效果。啊，如果你教别人，你只是教别人做，自己没有做到，别人不相信啊，那效果就达不到啊，一定要做到。啊，你比如说，你到人家农民家里面。你也教他的这个小孩，啊，要孝顺父母，啊，早晚要知道给父母问安，你做给他看呐，啊，对父母都是深深90度的鞠躬礼，让他看到，啊，父母的饮食起居照顾他了。那吃饭就给他添饭呢，喝茶的时候给他端茶了，恭恭敬敬端给他。